十个大佬，九个坎坷，仲有一个系捉紧悔改机会嘅陈神之，藉由福音戒毒，令佢脱离地狱，重获新生。电影《毒戒》将以陈神之为蓝本嘅经历搬上银幕，叫人引以为戒。我哋亦都好欢迎各教会、机构或者团体包场，详情可以致电209-6280查询。你班靓仔扮咩啊？十几人出入扮十三太保。今日佢更愿意藉住创世电视，坦白分享佢嘅生命见证，由佢喺慈云山成长嘅故事，喺黑道打滚数十年嘅秘闻，以至决心福音戒毒、相信耶稣，仲有以洁清过来人嘅身份喺江湖传道，到日日尽情披露。敬请密切留意。原来毒品真系唔救得。我当年睇轻嗰几粒嘢，一食绑咗我九年。